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日咧就嚟玩只新嘅 Pokemon 嘅 MMO 嘅类型游戏。咁今日咧玩一只就叫 Pokemon 嘅。咁 Pokemon 咧就系、是、相对嚟讲咧比较多人讲嘅一只嘅 Pokemon MMO 游戏啦，除咗 Pokemon MMO 之外啦，系啊。咁咧呢一度咧入到嚟咧，你就会见到一个创建嘅人物嘅界面啦。啊，咁呢一度咧我就拣女仔啦。啊，因为呢一类咧。我谂呢类 game 咧，应该都系比较多一啲时装或者点啦，所以我就拣女仔 ，OK？ 好，诶，咁啊，有两个地方嘅，你中意拣边一度咧？一个就系关东，一个成都啦，吓、啊。咁但系呢一只咧，最大问题就是英文嘅，而英文咧，其实我自己都唔系话好叻啦，希望我都睇得明嘅。咁第一开头当然系关东起手啦，唔使问。咁我个名系跟咩名啊？哦，我个名系跟。我名系跟我账号噶，哎呀，咁早知改另一个啦。好啦，依家行先。呢只我之前唔系玩过，我都唔记得啦。Mother， 咩嚟话？啊咩？佢话总会有一日会离开，系嘛？有一日，大木博士揾紧你。用呢个 space 可以同人咧进行沟通交流 ，OK？ 呢个咩噶 ？Buy more 啊，一嚟就要望买嘢，唔使买嘢喎。呢个咩噶？呢个对战喎 ，PVP 做咩啊？一出门口有啲咩声？一出门口之后就好呢一度咧就系关东嘅纯白镇啦，大家都知嘅啦，我谂。喂，嗰个系人嚟噶？呢啲电脑嚟。有边个喺棵棵树度？走唔到咩？哎，走 ，OK。好，我先睇下呢一度有啲咩特别嘅资讯先。呢、這个训练师嘅卡片啦，呢个系。呢个咧，呢个系身上有啲咩道具啦？呢个唔使问啦，时装啦，睇都知啦。哇，呢、這个一睇知要货金嘅东西嚟啦。飞行嘅精灵啊，呢个名啊，哦，啲成就啦 ，achievement 成就，点解一嚟就有人骑住呢个鹿喺度行嚟行去，系咪想劏我？新人训练家想劏咗我火箭兵团嚟噶嘛 ？Welcome， 欢迎嚟到呢个 Pokemon 嘅世界，我系 Orky 大木博士，啲人叫我做精灵博士。呢一个世界咧有一样嘢咧，就系一样生物，就叫 Pokemon 啊。因为有啲人咧会当系宠物，有啲人咧会当系打交嘅。一谂翻就同绝对云能嗰啲嘢相咩相反嘅，就系话精灵唔系战斗嘅工具。好，咁我系负责咧研究呢啲精灵嘅啊。如果你想咧做呢个精灵训练家，你需要咧有你嘅精灵。当我后生嘅时候咧都做过呢一个好认真嘅训练家，但系咧呢个时候咧。咩啊 ？I only have 三咧 ，but you can have one。你可以攞一只，我哋拣车厘龟，唔系，次次我哋玩奇异种子，永世奇异种子。哦，原来奇异种子系你嘅选择啊。OK， 新咩啊 ？Do you want to go with the gas Pokemon？ 呢个系咩嚟先 ？Go？ It's by your side。呢个有跟随效果嘅，你唔可以咧交换你第一只精灵。精灵嘅冒险定乜鬼嘢？你要去嘅下一个城镇应该系尼比斯，呢一个嘅上盘市啦，系嘛？定唔知尼比斯？哦，上盘市，因为佢话佢揾到佢个孙，佢会俾啲有用嘅嘢俾你。OK， 你走得啦嘛？啊，点解人哋个样同我个样争咁远嘅？同埋好似冇乜人啊嘛呢、這个。不过呢个 game 呢只 game 咧，你可以喺官方网站睇到有几多人嘅。咁依家暂时睇好似600多人到啦。好 ，OK， 你咧系咪想要走啦？依家已经同咧我嘅阿爷讲过 ，OK，I、okay? want to see if you can， 哦，你要同我打交先喎，佢话，好在英文唔算太难啫，哇，咁呢个画风咧就系、是、相对嚟讲 3D 嘅，咁我同埋佢就，头先佢用叫声啊。
是一个 3D 画面的一只 MMO 游戏，佢只系啦，同呢、這个同其他唔同啦，其他嗰啲。其他嗰啲就相对嚟讲平面啲啦，平面嘅画风。呢度咧左上角系佢小波龙嘅血量，右下角就系我嘅血量啦。OK， 咁可以睇到咧，佢嘅血咧都系有慢慢扣，即系咧佢唔会一嚟就冇咗，佢就会慢慢一路向后扣。啊，倒下嘅样咧都有倒，即系有倒下嘅画面啦。OK， 我嘅精灵死咗啦。OK。个咩啊？佢仲有呢度有啲训练家嘅 ，start with 周仪。佢仲话你要揾一个，首先你要打赢上半市之间嘅训练家，系啦，要俾精灵球俾你。OK， 呢只我唔记得有冇玩过，其实Pokemon MMO 类型我都玩过好多种。哇，要做任务噶依家。有藥水嗰啲，好，第一隻就已經係呢只老鼠啦啊！同埋我都未玩過呢只 game 嗰個嘅劇情，即係唔知道呢只 game 嘅劇情係有幾難或者有幾普通，同埋暫時未知道呢只 game 有冇所謂嘅交易所之類啦，定係都係一啲咩啊？一啲交易呢度可以開啊？係可以開喎、啊，哇！时间球$100同埋件衫呢个咧，哇 ！Next three boss 要14分钟喎，有签到$50，咁系咪可以换衫啊？诶，有个人喺度，有个 fans 喺度，周二就系佢啦。呢个系神兽啦，呢个咩？呢个地图啊！哇，呢个地图，哇，呢个地图。呢、這个地图嘅 OK 喎、啊，呢个边度嚟啊？哦，呢度系咩啊？七岛、九之岛呢度系，跟呢度系成都啊？呢度应该系成都啦。OK， 跟住我想着衫，我可以睇下有啲咩，可以睇下呢度有啲咩预敌。着衫喺边度？我需要着衫。诶、欸，等先，呢只 game 有几多精灵？我呢只 game 有800几只精灵。Oh my god！ 有咁多只精灵，呢嘢赢咗 MMO 啦，系嘛 ？MMO 万年都得嗰几只精灵，仲要咁重添，垃圾 game。你睇呢只几好？咁我件衫喺边啊？依家我着呢件，咁我应该仲有另一件噶嘛？喂、欸，头先嗰件咪希罗娜噶？哇，呢件，哦。OK， 呢啲系我解咗锁嘅，我就用呢架车搭呢架船，跟住用呢个波波就 OK 啦。你好，我呢啲唔睇啦，都唔系啲咩特别嘢嚟噶，我谂好呢只系咪寄生咗？呢只系边啦？系啦，好英文技能嚟讲，其实。OK 啦，话即系英文技能其实冇乜问题嘅，因为咧你睇记得啲威力，记得几多 PP 啊，或者威力你大概会记得，我大概记得啦，系啦，我大概记得啲技能嘅招式威力啊 ，PP 啊，咁大致上都会知道系咩技嚟嘅，咁但系剧情啊真系我唔知佢有冇改，如果有改就大镬啦，我就唔知啦，睇先，佢系咪有啲咩成就？阿布 solo， 好 ，OK， 呢就系嗰啲玩得多嘅嘅一个体验啊，可以咧咁样飞，骑住重飞住过，好，一嚟系波波啊，虽然我唔知呢只 game 咧个难度去到边度啦，但系咧都想试一下，都想早有准备，唔系试一下，准备一下啲精灵。好，用错技啊！呢度已经得翻一血，我仲要比佢仲要快过我喎，带我啦！下边就要食个药，食个药啦，不如我唔想死住，我食药。好，OK，
做个准备啦吓，打呢个道馆啦，我惊有啲难打。咁首先同大家讲一讲先，第一个道馆应该系岩石系。咁岩石系嚟讲咧，我就基本上就唔会话好难打嘅，因为我系草系咧黑住佢，而且亦都有呢招草技啦，应该冇乜问题。哇，做乜咁花画面？系咪出咗啲神兽雀仔？咁第二个道馆都系，哎，用错技。第二个道馆就系水系啦，水系都系唔使点惊噶啦。咁之后就有个系草系，所以我谂应该要捉只飞行系。咁飞行系不如就捉只波波咯，其实。跟住咁话啦，因为中途咧其实冇咩重系有飞行系。我印象中啊，因为我唔知道佢嗰啲分布有冇啲新精灵，我唔知道有冇。我捉咗啦，咁就吉扎，点样捉咗只虫啦？佢呢个星星嗰啲成就有啲咩用呢？好似冇乜用。哦，呢只我咪玩过，其实好似玩过啊。暂时睇唔到有啲咩交易行嘅东西出现，话咩咩怪。好，杀。好。俾我杀，暂时睇我啦。战斗画面嚟讲都唔算话好慢，其实都几快。因为佢啲战斗画面，虽然佢冇战斗画面啦，技能动画系技能动画啦，有战斗画面但系冇技能动画。暂时睇咯，出唔出技？你见到咧，佢就算重击咧，都系攞条鞭甩过嚟。即系话咧，其实佢攻击嘅动画咧。都是一样的，我想变化攻击技能的动画和变化技能的动画应该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快，但是你就很需要看上面的字幕了，那个的表，因为那个表呢它就可以给你看到对面的精灵用什么技，所以结论上呢你都是要知道那招技能的英文。好，有人喺度71 level 啊，OK， 回血，搞掂，喂 ，Welcome，Yes please， 叮叮叮，哇，下面有只工人，好，哇，全部都咁劲嘅啲虫好似，话先，嗱呢度有个 upgrade 箱啊嘛，冇咩特别啊，呢个放山，呢个 cancel， 咁就有十页嘅。嘅箱啦，啊，呢个咧，呢个都系精灵箱嚟噶，系呢个都系精灵箱。呢个咧，呢个人系咩嚟噶？呢个系 Pokemon Center， 呢个系买，呢个系咩啊？佢话呢一个系精灵中心。Pokemon Center 可以帮你回血嘅，或者死咗嘅精灵。好，呢个系咪做任务啊？哦，好似系哦，咁我应该玩过呢个，系咯，呢个做任务咁我玩过喎，我之前开过一个嚟玩喎 ，OK， 呢个咩啊？打赢波波呢个系，好试下先，好，佢呢个系要做任跟住赚钱，哇，大尾粒。大尾蠟好快喎，喂输喎，要大尾蠟，唔得唔得，走一走先，黐线啊！点解有大尾蠟嘅？大尾蠟呢个好似稀有喎，记得嗰阵玩好难撞喎。边个捉咗都好喎，大尾蠟。哇，扣劲少，大镬两铺，放寄生种子先。哇，点火石火？嗱，变化技能你见到啦，冇变化技嘅基本上。咁但系你听到佢有回血嘅声，哇！呢招歪咗7滴血，吸翻3滴血系嘛？系啊，吸翻3滴血。呢个时候可以掉精灵球啦，差唔多啦，掉先，希望捉到啦，捉到，有冇经验？冇经验，系啊，诶。呢个我记得古汁呢个系，哇大劲炸，
走不得了，油箱开开100元，50元币 ，TM 十四系咩啊 ？TM 十四呢招系暴风树咯，系嘛？暴风树嚟喎呢招，搞掂。好，做完啦 ，Helping Hand 帮手。做完又会自己俾钱我270元喎。咁都几好喎，直接飞过嚟喎呢次。但系270元系 Pokemon 币 ，Pokemon 币可以买时装，仲有啲咩用？因为赛你可以拣四个任务，啲咩啊？挑战 Lance 喺道路一，赢呢个咩啊？打赢拉大喺呢个打赢小拉大喺道路一，打赢 Joey 喺道路一。好，我哋唔做住啦。做咁多次，啲钱都唔知有咩用，暂时啲钱系咯，都唔知有咩用。Yes, please。好，哇，又完成咗任务嘅，呢个咩嚟啊 ？Tell me about my PC. You can use it， 有咩用啊？呢啲应该冇用吧。有个箱啊，有一开 ，Normal Boss， 嗰啲咩出嚟啊？神奇糖果饼啊，我唔知嗰个咪饼啊。呢个粉红馒头啊，加20圈。点解佢哋咁高咧，都仲要翻嚟呢度？有啲咩特别？好，呢度已经有其他唔同嘢啦。啊 ，Discover Area。而家要去边度？哦，佢话要去精灵商店、啊，唔紧要啦，我哋睇下呢度先啦。可能呢只 game， 可能呢只 game 直播玩会好啲。哎，呢个格斗系，咁啊格斗系嚟讲咧，打第一个道馆都系好食。但我哋就唔要啦喺度 ，OK， 因为我哋有岩石系咧可以 cover 咗呢一个第一个同第二个道馆打嘢。咁格斗系咧喺呢一度咧暂时冇乜用，因为关东嘅地区冇普通系啊嘛，冇记错啊，所以咧就唔需要啦。有招飞行技，有招飞行，我暴风啊呢招系，我谂住话点解会特攻嘅咧，系啦，暴风啊呢招系。应该一下秒啦，啊一下秒啊！哇，呢、這个位置升波波一流呢只，啊呢只升波波一流，不过升得有啲慢啦、啊，可惜嘅，升得有少少慢。我哋睇多只先，哇，竟然系你，雀仔之间嘅斗争，好，降低个攻击喎，可惜我系用特攻，好搞掂。我可以用自动导航试下先 ，OK， 好舒服，自动导航，哇，旅游好舒服，即刻撞嘢，哦，呢度都有老鼠啊，系用风，而家暂时可以主升住波波先，因为我觉得奇异种子到时打道具嘅时候可以升咧、啊，因为草系打岩石或者岩石地面系相当之轻松。Welcome， you can buy 啲咩 item 啊？我呢度咧唔系一个好大嘅商店啊 ，OK。但系咧呢度啲嘢咧都系非常之有用嘅。你知唔知呢度咧有个咩精灵中心啊？唔系精灵学校。你可以咧会一会面，见一见呢个 Daisy 啊，系咪 Daisy？ 佢可以教你一啲关于 Pokemon 嘅资讯。OK， 好，出发。自动导航，哇，几好，几贴心，唔错。有一自动导航，唯一唔系咁好嘅就可能系佢嗰个佢个人嘅风格咯，佢个人嘅画风系美风多啲咯。但系其实佢呢啲建筑咧，其实都系 Pokemon 嘅风格嚟嘅。好 ，Daisy Hi，OK，、okay, 你咪已经见过嗰条友啦，商店嗰条友好。
教你一啲咩小嘅问题咯，就话你系咪要准备开始开始咧 ？Here we go， 第一个问题，瞓觉嘅第一个啦 ，sleep 啦 ，that's why 就需要咧一个解睡药啦。OK， 有几种状态，喐唔到嘅状态啊，应该三种啦。Not the way， 哦系五种，哇！呢个系咩嚟噶？麻痹啊！第一啦，啱唔啱 ？Not the way， 系急冻啊！啊，我睇唔明佢英文，其实系我唔系唔识答，我睇唔明佢英文。咩 damage 系咩啊 ？Not， 应该系解属性嗰啲啊 ，PSN 咯。Not the way， 毒哦。佢讲啲全部都系状态嚟噶。Remain after PSN 系咪啊？混乱啊嘛，咁应该系第三个啦，第三个。我做乜？的字幕错晒，哇，唔掂啊！擘大你只眼喎，就话啊，唔知道，总之答啱咗先啦吓，我睇唔明嗰啲英文，我费事译咁啊，所以就啊错晒，不过唔紧要啊。你知唔知一啲主角咧一开头都系错晒，好似火影咁一开头都系劲渣，跟住逐渐变成火影，我系逐渐变成精灵大师。